一团和气关东煮。以下食材为5至6人份，高丽菜适量，豆饼一片，胡萝卜2根，金针菇2盒，各类素丸适量，百叶豆腐4片，素炖肉8小块，日式麻薯4块，酥燥适量，福袋8片，油豆腐8块，新鲜冬菇4朵，杏鲍菇1盒， Zucchini 1根，昆布1片，白萝卜1根，蒟蒻适量，卤豆干2块。福袋制作，将福袋中间轻轻划开一个小口，放入2小块日式麻薯，加入2小勺素燥，再加入1小块日式麻薯，将福袋开口处折合，用牙签固定，高丽菜卷，先将胡萝卜、豆饼切末，金针菇切成小段，分别加油进行翻炒，盛盘备用。将高丽菜放入热水中穿烫备用。取一片穿烫后的高丽菜，放入1勺胡萝卜、1勺金针菇、和1勺豆饼，将其包起来，用生的意大利面将开口处固定，素串烧。将您手边有的食材按照合适的大小用竹签串联成串备用。将白萝卜切大段去皮，削去上下端较硬的部分，正反面划十字，将白萝卜煮20分钟左右备用。汤底制作，加入昆布，盖上锅盖，等水开后捞出昆布，加入2汤匙味淋，2汤匙酱油，搅拌均匀，加入已经煮透的白萝卜、高丽菜卷、油豆腐、海带结、鲜花菇、杏鲍菇、素鱼豆腐、彩花丸、素牛肉丸，盖上锅盖，煮至沸腾，加入素串烧，
蒟蒻和福袋，盖上锅盖焖煮。待水滚后，打开锅盖，热腾腾的一团和气关东煮就完成了。各位人间小厨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各位刚刚看到热乎乎的关东煮哈，看起来好像声势蛮大的，好像要有很多的食材要有很多的准备哈。其实呢，告诉各位啊，关东煮当然源自于日本哦。那在日本，它就是很平民化的一个大众的一道饮食哦。那它的这个由来还是跟豆腐有关啊。它这个各位如果听过的话哈，它叫 oden， 就关东煮就是 oden 啊。这个 oden 它写的是玉田啊。那其实它的前身应该是 dengaku， 田乐，音乐的乐，田乐啊。那因为在宫廷中什么都要用敬语啊，odengaku 就变成 oden 啊。那当然本来它的主要食材其实跟豆腐有关嘛，豆腐也是源自我们中国啊，所以这道菜讲回来还是这个主角豆腐啊，还是来自中国啊。豆腐在日文就叫做托虎，唐符符号的符啊，唐朝的唐，这个从遣唐生、遣唐使、遣唐传，就是日本文化从唐朝唐宋年间然后传入日本，所以豆腐的文化它将近1000年就这样传到日本。那从田乐然后慢慢变成加一些汤汁就变成了现在的 oden 啊，这样就是现在的关东煮啊。那主角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哈，它其实很容易，但我们用了这么大声势的啊，这一串一串的啊，一排一排的，好像我说声势浩大，其实各位可以不用那么麻烦。我们真的只是想说各位看我们因为要对于这个环保啊从饮食生活里头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去做环保啊，所以我们推广素食嘛哦。那你推广素食，你在家里头有什么样的食材那总是吃素的人其实是可以很方便的啊。有一些人说哎呦吃素好可怜哦，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没得吃哦，这样我就觉得我们人间小厨呢其实就是要破除这个心理障碍啊哦，就是吃素有很多一样可以吃的，包含这个关东煮啊。有些人说不行啊，他那个汤底有熬那个柴鱼片啊什么其实从一开始各位注意看，它就是一片昆布。其实呢关东煮哈，它在日本讲也有关东煮也有关西煮啊，只是都用关东煮做的代表。关东的各位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哦，关东煮它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黑，这个比较偏向关东啊。那在关西它的口味是比较清淡的啊。我们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主要还是在奈良啊、大阪啊、京都啊，就关西一带，它的口味是比较清淡。所以呢像我们吃素的人呢，你要熬那个汤底就是最好那个那一块昆布哦，这个昆布泡在水里头如果你怕麻烦前一天晚上就泡下去了，它那个汤汁就是很自然了哦。然后那个昆布拿起来把它切开来可以做海带嘛，海带结哦，海带卷也可以啊。那那个汤底其实好容易哦，其实没有什么大学问，就是加一点点酱油那当然比较不咸的话就是薄口的就是叫生抽那一点点酱油如果有味淋加一点点味淋，有的人喜欢偏甜一点点那你就加一点点糖，有的人喜欢它稍微咸味一点就加一点点盐，大概就是这样，就看你家里头喜欢是怎么样你自己调味所以这个汤底你不加那些生鱼，不是那个叫做柴鱼片那就是用昆布去熬，非常足够。如果你希望这个昆布味道更重那有一些卖那个日本的昆布粉你加一点点，
那都 OK 的，就看你家里头的这个能接受的程度哦。所以吃素一样可以很方便。那主角这个真正的主角是叫白萝卜啊，白萝卜如果说像我们因为这要拍摄啊，其实我们时间是不够的啊，我们吃的时候还会有点它就是熟，但是不像啊说哦筷子一切它就下去这样。到那个程度，大概这个萝卜啊，它要先跟着这个汤底要好像一起熬煮，有的要3个钟头啦。那当然我们不会那么样耗费瓦斯哦。通常我们给它滚过之后，就是焖着，不要开它啊，给它焖个3个钟头也行。有的人讲8个钟头，我觉得看你个人吧。你要入口即化，当然久一点哈。但我想家里头的人哈。能够吃得开开心心，这个最重要。所以这道菜我们把它取名叫一团和气关东煮。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大家这个围在一起啊，当然有的人吃火锅，关东煮相当于也是日本的火锅的一种啊。那它比一般火锅要简单许多啊，汤底也没有太费功夫啊，这么简单啊。当然它关键还是在那个时间啊，你萝卜熬煮点，还有放加进去的时候哪一些先放，可以久一点的。好像各位看我们自己做的那个福袋啊，就是用个马吉，然后那个有现成的那一种叫塑罩啊，就放一点点啊，这样子啊，把它接起来啊。那这个因为它那个麻吉在里面大概2分钟就软掉了，2-3分钟哦，所以它会最后放进去哈。其他有的家里头一些素食的丸子啊，增加一点风味趣味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想要多放一些蔬菜都是 OK 的哈。那今天呢很高兴哦，就是其实这道关东煮呢是在渥太华的佛光精舍里头哦。在我们一群人大家7手8脚啊帮忙，你们看那个示范放的那个手，就有3个人的手在放，从画面里头都可以看得出来哦，是很适合全家人一起来准备啊，来制作啊，谁想吃什么就放什么啊，这样子哦，所以是很开心的，是可以一团和气的一道冬天的料理。那希望呢大家在吃素啊，响应这个素食 A 计划，吃素的同时呢，就可以知道说，凡是你一般生活中一般荤食的人，所有的菜肴，如果我们用一点心思，全部都可以把它转为是素食的哦。那家人在不知不觉中，你跟他讲啊，今天有关东煮，他们就开心的吃，他都不知道这里头完全没有鱼肉啊哦。那一样哦，就是对身体是一种环保，对这个地球也是环保，大家何乐不为呢？所以推荐给大家，祝福大家，阿弥陀佛。